医生最近来做读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了播出。今日一路是拜六哦，吼、哦、啊，天气嘛真清凉哦，啊未热啦吼，啊嘛多凉凉啊呢。咱一届落雨，就一届好天啦吼。希望讲吼啊，咱这武汉肺炎呢，咱哪来哪改善啦吼。哇，安尼像一个，咱讲传出去安尼吼，80几个国家拢总掉呢吼，掉掉就是讲部分啦吼，但是迄个国家的名讲啊。他们也中奖了，所以讲吼啊，注意啦吼。咱出去呢，那如果讲人太多的地方，啊，过来就是讲密闭式的，好像餐厅啦，还是讲坐迄落火车嘛，密闭的嘛吼。啊，那入去咱这个吼，咱一般坐游览车嘛，算属密闭的吼。比较呢，咱爱靠啊防范要啊，咱讲妥善一点，就是戴口罩啦吼。而且呢，勤洗手，然后安尼呢，咱较袂去得奖安尼吼，得这个奖是无钱通。罗师兄，喏、哦，一样的啦吼，拢好无牛听笑啦吼。来无刀啊，上好吼，咱南恩禅寺的，好、哦，咱的师兄师姐一起，好、哦，都会来聆听啦吼。这么说，收听一段非常好听的梵音，母道然后母道。
做人，做人有几个款啦吼，咱定爱讲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啊，所以讲，人讲放一丢啦，退一步，当下就心安啦吼。人讲人生就是一门学问，你怎么做，怎么活，由自己去决断啦吼。安怎做，安怎活，安怎活，拢是由你家己啦吼，由你家己安尼。咱太上老君说清净经啊吼，伊首先就甲咱定了吼宇宙天地法则，遵行不拔。太上老君说什么呢？伊讲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啦、啊；大道自公，宇宙天地的轨道运行，不偏不倚。日月盈亏，寒来暑往，都有一定的规律了哈。以道理行，以毫无私情。单单来讲的就讲规矩，哦，傲然讲循规蹈矩呀，好，不偏不离，不超越，不颠倒，不错乱。都在天外，就是咧讲天理；那都在地外，就是咧讲地理。那都在人间呢，就是讲人伦的义理，好、哦，就是讲到仁义礼智信，好、哦，咱人呢修道，谁修啥呢？啊，谁修什么道？好、哦，修什么道？这个道呢，啊，就是要把不合乎道的思想、观念、行为及身口意的种种过错，安尼呢，吼、哦。咱定咧讲，人真正吼该修正的代志足济啦吼，啊破戒的嘛足济啦。什么叫做破戒咧？有的人吼都无应该是行歪条去的，结果嘛行歪条去。无有的人都无应该去做这种唔对，哎嘛行到歪边去。这就是讲，你要把它反正过来，就是拄只梅香咧讲讲，聪明难呐、啊，糊涂嘛难，但是要由聪明转入糊涂，搁较难。这是安怎？你要怎么反正过来？哦、不要被七情六欲、贪嗔痴慢疑牵着走、哦，导致六神，当掉阮六神无主嘛，心性远离啊！啊，心性远离，咱就是和咱的心灵受了命运的操弄，向摆布去啊、哦！因为因果支配，啊个命运的把咱操弄，这都是因为。哦、我们的定力不够，所以人讲修道是一定爱知影讲吼啊，这个宇宙天地法则啦，了解这个宇宙间有层级嘛，啊有类别呀、啊，好、哦、三界之分呢吼、哦，建立起正确的体制观，接别二别通，什么通灵，通灵是要通干喏，通个海地海人。少数的修道者喜欢骄傲自大、哦啊、喜欢模糊焦点、哦、别人看不到你也自己也看不到但是你的、哦、成绩还不够真通的时候、啊、你就乌白拉乌白听乌白讲无影嘛讲到人讲讲、哦、到有脚有手较早的人都会说、哦啊、这个人你来看很会转转到有脚有手就是说，你不要不会就不要乱通灵，乱通灵哦，家己通家己排啦，吼、哦、啊，即马就是安怎，我家己来排排到一破路，安尼啊，家己来改变哦。我即马这个道定未使，这个、心明道未使，阮家风水未使，因为通灵通到安怎，通到害人害己呢？通到别人个唔对咧，你敢讲唔对个代志都唔对，啊唔对个。就像讲感冒，啊，你去食胃肠药，安他掉，本来就唔掉啊，啊，你唔掉，这个自通自己呢，吼、哦，了然家己，啊，过害人害己呢。少数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性喜傲，就是骄傲自大，视宇宙天地法则为无物呢，稍有人气一点，名望一点。有一点点点点，就咱讲啊，讲啊，就一间宫，伊个地位身份嘛算真高，但是呢，
齁、哦、一生生意志，就是想要自立门户的人也很多，齁、哦、不尊重师道的也很多，不尊师重道的也很多。咱就是啥阳奉阴违啊，忘恩背义啊。啊，如果咱那个天地君亲师，齁、哦、当即个个自夸自擂，忘了天地定位。那师生的关系，舍弃纲常的大礼，也违背了反常。咱即个违背了伦常的大义，啊，乾坤就倒转了呢。啊，咱乾坤倒转，变成到尾安怎？乱了宇宙天地法则啊，乱了这个道纲啊，会不会乱？会啊！啊，咱乱了，自己乱自己还不知道，还去乱别人。家己乱家己，吼、哦！家己乱家己，无感觉家己乱家己，吼、哦！自由自咎由自取嘛，吼、哦！他自己在乱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由他的乱通的通灵，害别人也害自己，他也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讲吼、哦，咱到尾也就变成啥？咱这种行为呢，那是天地所不容的，因为你乱了宇宙天地法则，你乱了道纲。你乱了法则，又乱了道纲，这种行为乃是天地所不容，还要想修什么道呢？不但呢，咱自毁啊，吼，自断毁命，吼，那么以昧阴昧呢？啊，你来用以昧阴昧误人害人呢，断人毁命，这类人士，只因欠缺智慧，又因为好自尊大，习性使然呢、啊。而放下了欺师灭祖、挥刀乱刀的这个罪过，有这种人吗？社会有这种人吗？绝对有，绝对有啦。未通嘛，讲也通，啊乱乱通是一场呢，啊通到吼无影无只，结果来画到一本只大本，吼、哦、啊你想呢？那在你的身躯边的人，把你当作你是真正通的，早时啊困到十一点。拢袂使去甲叫，交代啥？交代后客袂使去甲叫。我即马早时五加早调，我拢爱去玉地遐交际呢。吼、哦，我今日做着啥物代志，我拢爱去五加早调去交际，顺至于呢，爱去开会，哦，爱去开会。所以呢，恁几点以前，我若无主动一觉睡到自然醒哦，你都唔通来甲我叫哦。你来甲我叫呢，我有天顶吼向阳隆登啊，安尼，吼安尼袂使。安尼我会啦开不完，后边遐代志我无去完满无去了解袂使。伊爱困，伊个我都安怎？伊个我都讲个冠冕堂皇呢。吼、哦，我想睡到自然醒，什么都不管。换境地嘛，恁去换摆嘛，恁去摆创啥拢恁。但是我就是干呐，吼、哦，负责民房啦，吼、哦，甲负责通灵，吼、哦，安尼就好啊。啊，所以剩下拢恁的代志，安尼做一个。做一个安尼懒懒兮兮的班大道长，什么哎，进香也没看到人，吼、哦，敬地也无看到人，拜拜也无看到人，规工那困了欢喜啊，落来就是咧讲天讲地，哇，我昨去吼、哦，神经吼、哦、去对啊去拜访到一尊大神，吼、哦，啊我今日五更早调咧见到玉皇大天尊啦吼，今麦阁降下啥物款的新的指令。吼、哦，啊，今嘛大旗呢？吼、哦，要过来换什么色的？吼、哦，啊，今嘛来开始，就要过来开工。啊，好，恁各自领一方呢，等于吼，家己去，吼、哦，家己去认真去开机算休。安尼你个想，好啊，加性质个团落来啊，钱大概嘛会开啦，吼、哦，开咧，吼、哦，各领一方嘛，各自一方，东南西北中，啊，咱拢竖一支大旗旗好恁，嗯。所以有人佫竖一支啥，竖一支雨伞，内底呢有八卦，吼、哦、啊，甚物款样都拢总有啦吼、哦。啊，这你呐普通时啊吼，那八八莲花会啦，要看这边惊无啦，吼、哦，看你去较出名的，有办八八莲花会所在，你去看就有啊。东王公娶着西王母，吼、哦，边啊这所谓吼，咱讲护法两里红路，因穿的衫裤佮因夹的。诶，迄个啥？诶，迄个哦排，那讲排场啦吼，无论是旗啦，吼，无论是所有诶，吼，也够有这个啥，也够有咱皇帝出巡诶，
皇帝出巡的头前要有一支呢，未使皇帝拍落去头呢。吼、哦，啊两边呢，吼、哦，哎，哎还有啥天山，就是哦，压天山，未使有神拍落去。吼、哦，啊，即马神是人代驾的嘛，吼、哦，啊嘛着爱搁一个伫遐压。吼、哦，啊两边边啊呢，都爱食日月神。爱个压就话是，啊，就爱头前，就爱个啥，头前就爱个压吼，这个香，吼压两头香，压两头香，压就月神，个只就啥压吼花盖，吼压花盖，安尼你看场面有够大哦，场面足大个吼，每下嘛是同款个讲一句话，哈、啊，唔是我无礼貌啦吼，我常常讲一句话，甲天顶个提落。咱的这个吼、哦、世间呢，将天顶所有的排场啊，全部的拿到人间来演呐、啊。虽然是很好啦，出门是很庄严呐、啊、吼，真庄严吼。但是我也是赶快来讲一句话：诸事一百分数拍怕，为什么？神排场吼、哦，他的排场吼，那、哦、如果讲灵修的排场吼、哦，真大。啊、你说、人大家嘛跟白沙屯嘛，大家嘛白沙屯嘛是人多，但是他排场没有那么大，他的排场是什么？他的排场就是那顶轿，扛轿的轿夫，过来就是什么报马啊，报马啊，空空空，我到你的砖头，我就先生报马啊，先去报、哦、然后呢点兵报马啊，那是一定爱的、哦、那就是说出巡的时候必然要有的、哦、那就是什么有武甲甲文甲嘛，伫个河道嘛，那是一定的吼。但是没想也不想讲太多了吼。为什么咱即卖灵吼变成安怎？变成讲不负于实际在修道的人，就是因为太喜欢了吼，弄一些吼很夸张、很夸张、很夸张的事来做，然后那个夸张的事做完了以后，您。还回归到原来的你呢？吼、哦、你，咱假讲真修实练，无一定你爱等嘛。过一样都，人看你 A， 啊，无一定你都爱跳红看吼、哦。A 实在就是 A， 吼、哦。啊，那 B 你个姿势一百，我嘛同款，佮你讲你分数歹拍啦吼。哦妈祖是我们的九天母娘，我们普天、九天贤母，我们说跟我们的太上道祖，跟母母王，东西，祭奠，都很老年的祭奠，也是大祭奠，我们恭请九天母娘下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听九天母娘的圣歌。心情。
咱有做一个神哦，咱无了解吼、哦。今日甲咱介绍即尊哦，吼、哦，他的背景吼，诶、哦，欸、吉鸿神翁嘛就称呼叫做吉鸿天师，六月十三就是长啦吼，长。啊，咱算没想来长，无来电台啦吼、哦，所以咱就今日来播讲啦吼，吉鸿。在我们二月十三呢是道人无量觉真君圣诞，那觉鸿公的这个报告呢，说至心归命的天台在哪，各座圣真秀秀东华，福传西俗，昭明玉镜金阙，为正太极神班，诸人精拔以定论，思念普诸以可颂，各天使以奉献祝，高楼灵丹刷几尊，歌唱乃游，罗浮乃至修干玉书，修理金册，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太上玉镜，东吴太极，祖宫神翁，雷霆献圣，天机雷上，玉虚之灵，普化现经，上道充盈，普佑真君，随恩广告，慈悲大地，度人无量天尊。为什么去讲到这几位啦？吼，讲到这几位，甲玄天师呢，伊是四大天师，咱要去三楼吼。啊，咱都是伫即个道祖殿嘛，吼，道祖殿边啊，遐都四大天师哦，吼，四大天师呢，其中都一尊是觉贤，四大天师分别是张道陵，吼，四大天师一尊就是咱的即个啥道教的教祖嘛，吼，第一代天师叫张道陵，那分别就是觉贤、觉贤，吼，也有即个萨修根、甲柯圣阳。好，柯圣阳，柯圣阳嘛是吼，咱今嘛咧讲到这个，好，柯圣阳真君呢，吼，伊嘛是净明宗，然后净明宗所咧拜的祖师，然后净明祖师，所以呢，为玉皇大帝通明宫的四位神尊，然后，所以讲四大天师，吼，咱就变成讲张道陵天师、觉鸿天师、哦，萨修根天师、柯圣阳。哦，天书这个四大天书，哦啊，既然柯圣阳先天书呢，吼，咱即马净明宗呢，都是已经视为祖师啊啦吼，所以伫咱这个玉皇大帝通明宫内底，吼，诶，这个四位神尊，那么吉鸿呢，一百六十四年到这个两百四十四年二号，吼，咱讲二号先丹阳，啊，所以讲伊伫这个江苏，吼，江苏，吼，江苏的人啦。啊，因为道教灵宝派的祖师，咱讲灵宝派嘛，吼，道教灵宝派，灵宝派的祖师就是吉鸿，吼、哦。那么灵宝派的祖师呢，一出身呢算是名门呐、啊，伫这个高祖呢，罗为标，咱讲汉标几代将军呢，封下辟邪，所以讲孙，吼、哦，咱讲对这个孙啊，吼，吉鸿，吼，咱对这个婆婆祖，吼、哦。知影讲这个高道嘞吼，这个婆婆祖啊，这吉鸿一个这个婆婆祖，吼、哦，这婆婆祖呢，金丹篇内底都知影，讲称吉鸿占为祖祖学道，受一太清丹经，黄帝九鼎吼神丹，黄帝九鼎鼎就是鼎意思，黄帝九鼎神丹经，金玉丹经，鼎道经呢，伫这个祖灶山呐、啊、吼，咱讲古教。咱讲古，哈、哦，古灶山，你这古灶山呢，哈、哦，来修道啦。遨游于山川，周旋于长江，哈、哦，遨游于山川，周旋于，哈、哦，咱讲歌唱呢，南岳罗浮诸山呢，明太极真人将这个灵宝经团呢，授予这个吉鸿。啊，恁即马就讲啊，灵宝派的祖师是啥？灵宝派的祖师就是吉鸿。吼、哦，灵宝派祖师啦吼，啊，人讲正一派，诶，这个祖师是啥？
天书，就是张道陵天书是正一派的，吼、哦，灵宝派就是吉凤仙翁，吼、哦，吉凤天书啦，吼、哦。那么吉凤穿了这个地运，并吼反复这地主这地运呢，伊那死了后呢，将这个上清三洞灵宝，吼、哦、当中珠品，而这个经呢，附和这个啥各族宗段以及家门的地主，世世乐团。后来吼、哦，这地运呢吼，穿了吉凤，再连转穿了这吉州铺，吼、哦，自安尼的灵宝经呢吼，大行于世。因此呢吼，吉贤那是灵宝经出世与传授的关键人物，吼、哦，出世与关键的，而且传授的关键人物。因此呢，后边吼、哦、这哦，咱讲后世吼，这灵宝导师啦，封为叫做各族宗座。哦，祖师啦，吼，啊，咱讲各族宗的祖师，在这个《三国志·五书》内底记载孙权的道术啦，是甲皇上一支游呢，得吼权气中呢，在这个封山立洞县官内底，嘛就等于讲吼，啊，这个孙权呢，我那拜着师啦，我那拜着师，所以建立了这个吼封山观的这个记载，《婆婆子》记载。吉凤一直呢对地主张江讲啦，讲我为世主所逗留，不妨做大妖，做大妖啦。今当于8月13日当中呢死去，到了8月13日的时阵呢，好、哦、这一天呢，这吉凤呢，好、哦、这个吉凤天书呢，衣冠整齐进入了室内，五日气绝。颜色不变咯、哦，地主烧香守伊三暝三日，那个讲家己衫裤穿水水啦，啊倒咧啊就怎啊那困呢？安尼顶天呐、啊，叫做静静呐。那半夜忽然间的大风呢吼、哦，雷啦，风雨雷电，全部中到位吼、哦。啊，即嘛呢吼、哦，风停呢吼，伊、哦、这垃圾就叫飞花去啊，伊失去了这个吉凤的踪影。就是咱讲要讲吉凤讲死啊。各方讲我已经正经啊，啊你免哭啊，吼、哦！我八月十三日我就正经啊，吼、哦！啊所以讲，伊去倒咧眠床遐倒咧，在倒风雨雷电啊，吼！宗教本来点一挂灯啊火呢，吼、哦！你照伊个尸体嘛，点一挂灯啊火，哇！点个咩的时阵，风雨雷电宗教啊，就个烧一个所有灯火拢化去，啊灯火化去了后呢，甲目睭甲背金甲看，嗯，啊神翁呢？老师呢？天书呢？对不？咱的这个吼，祖师才无看了，就是讲吼，伊安尼吼，甲皇上失去了这踪影，只见着讲吼，伊的衣服威风伫这个床上呢，衣带拢阿无敲开了吼。早晨间的问人讲，啊，恁有看到大风大风无？啊，看到大雨无？啊，是讲你有去看到啥无？这的人呢，拢讲唔知呢，无感觉呢。当时当有这个，当有地水，当透有大雨大风，吼、哦，迄、那个咱讲风雨雷电，阮这也拢无听到啊，啊，无风雨雷电啊，厝边隔壁问无人知，甲龙已经生身离去啊。正为太极祖宗天机会上，就是灵宝的吼，诶，这个教主啊，吼，灵宝派教主，道教中称为叫做吼上道昌应普佑真君啦，吼，啊，世间人称为太极吉神翁啦。伫这个北宋中宁三年，是1804年，封作昌应真人。伫这个南宋。哦，顺宁六年1246年，封作昌应普佑真君。道教呢，吼、哦、尊为吉神翁呢，又称为太极神翁。吼、哦，在咱这个真灵位业图内底，将伊列为吼、哦，在咱这个四大天书内底啦。吼、哦，在道教斋咒科仪之中呢，制炼之法，其中重要的一门，一旦讲就讲制度亡魂，使之脱离这个归宋。得生人中天相呢，而制炼之法也是创造于吉凤神翁太极制炼来法张顺呢吼啊，伫这个太极制炼来法内底啊，咱的这个吉神，人讲吉神功制贵之法也，
所以讲人死魂生离魄降，所以讲咱人死啊，魂生起嚟啊，魄降落来是吉祥，是正常，就是安尼啦吼。巨变，人讲变化也是讲魂啊魄啊，未当生降，而住在于分明之中，就是咧讲你这条魂未当生，啊你这条魄啊未当降。要升起来，该升起来啊！要降啊，该爱降。但是你升降煞是无法度呢，就是讲你本身的在生分明之中，就是讲你家己本身呢，吼、哦、无修学，变成讲你在这个分明当中，你需要人接引，所以咱就爱参加啥？那讲啊，这人哦，啊，伊是破病往生的。哦，啊是机卡饿死去的，啊是去火烧着的，啊是讲去伫水底无去的，这拢必须安怎？这灵魂的滞留在人间，那必须爱伫这在人讲，不管讲吼，咱的咱是正义道派也好啦，灵宝道派也好啦，你拢是爱用斋法，吼、哦，你才有法度食这灵的，该升的升，该降的降，啊你讲降要降的对。你的功果若无够降，就是降伫冥师地府，啊，搁去轮回的转世啊。吼，啊，你若如果讲你修了有够好，就修成正果啊，就去你啊。升就是上升嘛，吼、哦，去迄个无互咱吼，无互咱有障碍的所在，吼、哦，啊，互咱有一个好的所在，吼、哦，迄叫往生好的所在，光明的所在。所以讲灵宝斋法，吼、哦，或者是讲吼，啊，咱即马咧讲甲仙翁啦，吼、哦。对咱这个吼啊，对着这个修炼也好，还是讲对着这个道法也好，吼、哦，灵宝派门的道法也好，吼、哦，即卖恁讲万法中断嘛，万法中断就包括吼、哦、咱的正明，包括咱的吼灵宝，包括咱的正义参照会，啊，够专精呐吼，所以讲四大派呢，啊，就成为万法中断。所以咱即马开遣神功制度，由宋之心啦吼，一定爱请着啥，一定着爱请四大天师啦吼。啊，咱伫个吼伫请经请教的时阵，咱必须着爱去请着四大天师。好，啊，今日去甲咱的甲，吼、哦、咱的甲仙翁呢吼，啊，依然是咱道教这四大天师呢吼，啊甲。贤呢吼，甲贤神翁呢吼，咁介绍予咱知影呢。特别讲咱看到甲贤天书，我是倒一尊，哎呀，历史背景是安怎唔知啦吼。所以咱即马讲到这，和大家来小分享一下哦。真久吼，无听六方天上圣庙的圣歌，咱即马来个做安排。六方天上圣庙圣文。
对六房天上圣母也信息的那种某一段都、就是用在大殿里大殿里、有时候呢还有去看看呢、我那个对这个音调啊唱唱呢嘿也会起灵呢真的呢后来进广告最近哦有我们的 师姐然后我们让师姐你的那个吼多美签哦、真的很棒了哦！我那拢爱去啊吼啊，要讲个那去变数的上头天的代志吼，啊，咱拢做工课拢急啊，啊，过来就是够紧张啦，啊，啥个拢闭掉咧，安尼就足无好啦吼。好来，咱今嘛先听歌，然后再来开讲啦吼。明辉师兄然后人工宫格然后宫格那呢这个多美签呢吼它就是清洁吼咱食囤积的垃圾的吼啊等啊吼弄个坑坑的来对啊弄不会个都无要甲签诶，毋是咱无要甲签，是有诶吼，有诶人是吼肠胃较燥热，啊有诶人是吼肠胃吸收较无好，吼啊吸收无好诶，吼咱就是困啦，吼咱讲活菌，啊咱只有六种诶活菌啦，啊它对吼整吼经等啊吼啊是讲对着迄个讲囤积啊在里面好几天还不出来的，在那边逗留的这些毒素。那就对这个对文的齁、哦、都不是好事啊齁、哦。我的公齁玉多签啊让多美签啊齁多美签玉生菌多美签玉生菌让你当安怎吃你也当一缸一包齁、哦、一缸一包较严重你就早暗一包啊那通啊就好啊就拢一包就会晒啊齁。啊咱那如果公齁、哦、咱的玉生菌呢齁、哦、多美签你要给它提能压哦，咱就是两盒送一盒，那送的迄盒，你就甲送啥顾目睭的啦吼。咱的目睭呢，即马甲用的吼，比咱以前的吼，一时段搁较济吼，时间用的吼，咱的目睭去看这個手机啊啦吼，看字啦、读书啦、念经啦，咱拢一定爱用的吼。咱的一对吼清明的目睭，咱才有法度做
吼，咱讲做啥物代志都爱尽量累目睭会方便啦吼。所以咱就当有人讲顾目睭，你着用焦点叶黄素两盒，上一盒多美千益生菌。啊，你若讲我呢吼是吼大便这方面呢较需要加强呢，安尼我就是甲用吼，咱就讲多美千益生菌两盒，那你上个一盒都是用焦点吼。叶黄素安尼，你两样拢食会到，啊两样拢顾会到哦。以上这是广告啦吼。来香片呢，免阁重复介绍，卧香也是好多人买吼，大家都说很棒。啊，那个调配的料都是咱九天母娘所调配，真正是好咱呢，会当哦安神定魄啦吼。卧香吼，还是小盘香，还是大盘香，吼，咱要爱物件吼，只要是香品嘞，免阁讲啊吼。那咱的道亲啊，如果讲牙齿要甲洗者较干净嘞，较无牙菌斑嘞，那就是金盖丽蜂胶牙膏，你免甲定足济啦吼，啊甲停留者甲感觉嘞，吼啊那是平常时啊嘞吼，嘴呐感觉无舒服，还是嘴破。你个定是点啊吼，甲抹咧嘴破的所在，我那会使吞落无要紧吼，它那个是没关系的胶，就是啊，咱的蜂胶吼，那没关系吼，有消炎的吼，所以底下跟讲吼，咱的物件洗啦吼，或者是讲咱牙齿保养，过来就是讲咱要洗吼啊，咱的氨基酸洗脸吼，规套的吼，一套是3900合理美。它真的，它的东西温和又好用，洗也好用，保养也好用。吼、哦，后边一罐防止紫外线的就好用的。今麦有上一罐吼、哦，有上一罐咱的眼霜了吼、哦，眼霜吼、哦，一罐你单买都要800，啊，所以你刚才上一罐眼霜，你都足有价值的吼，赶、哦、快是原价3990。以上这是广告哦。虫草王三高宝，虫草王啦吼，啊是讲吼，咱的女性专用的金家人，啊是像迄间吼，咱的啊虽然这人都叫啥三盒张之王，三盒张之王啊三盒虫草王哦，这呢安尼是很好的搭配，然后很好的搭配，好、哦、对对一项疲劳的，对对一项的体力五行袂平均呢，遐悬遐悬安尼，你拢会使安尼个搭配，然后来以上这是广告哦。人说要革齿，要革除脾气毛病以及坏习惯啦吼，心性要下降再下降，就是你讲到咱人爱心多爱放下，搁放下，啊搁放下。伫咱即嘛，咱讲母牛量开三爱量化科技内底，吼、哦，咱未讲个讲已经是吼、哦、第三期啊。量化科技呢，量化会幸会已经开到第三期。那么咱们过关的第二个条件，好、哦，过关第二个条件就是啥？咱台湾咱人袂当挥乱哦，挥刀乱刀有罪过，这里也免想要上这个量化，好、哦，这是何等的愚痴呢？好、哦，所以咱讲要复刻量化科技啦。咱这两里红路呢，咱都应该爱知影，宇宙天地法则，当为大道奉献心力，各司其职啊，严守吼，扮演好咱家己的角色，循规蹈矩，共赴大道，共成大道。啊，所以咱讲吼，心性要平和啦，吼、哦，放下身段，方能宁静致远，心量要广大。功德善缘，未当甲人结恶缘呐。吼、哦，那个务必要去习性化秉性啊，修心养性，不固执己意啦、啊，去除刚强，去掉好好争呐、啊，吼、哦、好胜之心。那那去掉好争好胜之心呐、啊，那个虚怀若谷，心性一平和呢，吼、哦、则不起波浪，那是对的了吼。哦那么结束吼，即、哦、脾气毛病、歹习气，那么那个人讲和平相处，那么无得个人好好做人。
所以讲哦，有个人讲啊，咱遵守伦理啦、常理啦，吼，就是咧讲伦理、伦常、义理。啊，咱爱世界无？世界其实我定讲无界之界。什么叫无界之界？唔免甲你界啦，你家己那是吼，有法度做甲啥？做甲母娘讲个宽和坚韧，吼、哦，宽和坚韧即四字啦，吼、哦，你都。无界之界，唔免顶管用什么界都甲你界啦。吼、哦，世界是为修道必要课程啦。但是遵循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国家的这个法律那就一定的啊。吼、哦，这都唔免界，这都是咱人的规矩尔。你人若有规矩，就唔免界，你唔免讲好我爱什么界都爱什么界都唔免啦。人若有规矩，修本分就是真功德啦，所本分就是真功德。所以咱持守五戒呢，对不？杀盗淫妄酒，好、哦。不过呢，持戒到了最后呢，咱也修到安怎戒无所戒境地，就是梅香都只讲安呢，无只戒啦。因为我已经守规矩啊，我规矩都已经就是伫纲常内底啊，我哪里还佫有甚物戒？反正我杀盗淫妄酒早袂去犯啦啦，吼、哦。啊，起诉袂做代志，我也袂去做啊，吼、哦。啊，去甲人欺负我也袂啊。吼、哦，讲人的是非，吼、哦，讲人的有诶无诶，这我也未啊。安尼咁着搁改，做较落尾呢？你有法度饲到落尾诶时阵吼、哦，叫做改无所改，改无所改，这很重要哦。吼、哦，改无所改，这很重要。你若无改无所改，你是咩？你讲哦，我未使咧，我会犯改。你能叫你讲哦，咱来创啥也未使，我会犯改。那就是你本身还有习气，叫你去饮酒诶，饮到尾冤家相拍，这就犯戒啊！吼、哦，啊，臭猫咧去跋一下臭头胶诶，这嘛犯戒咧，吼、哦、倒嘛吼、哦。啊，你讲卖啦，啊，来消神啊，一个来饮一下花酒咧，啊，你嘛犯戒啊！啊，家人啊，拢总买淫嘛，忘酒都不要的话，你还得戒吗？不用戒呀、啊，为什么？戒无所戒的境界嘛，吼、哦。从类似秉性，就是咱今生所习染的歹习性嘛。那除非你拄着重大的变故，那咱就是爱痛定思定啊，痛定思痛啊。好、哦，时不易立，刻改进。但是修道者爱约束咱家己啦，修道到尾嘛是来约束咱家己啊，改掉歹脾气啊，脾气毛病啊，其中呢还有一挂吼、哦、较好的方法啦、啊。哦、就是咧讲规范戒律，以涵养内性，弃恶向善。你没有办法依吼迄个规范的戒律吼、哦，咱讲咱咧依循这个吼、哦、外口的这个戒律，就是咱讲本来都有甲咱戒啊，这个你有嘛？啊，有你就豆豆啊，戒我就是啥？你会当涵养内性嘛？哦，涵养这个内性，啊，你就会弃恶向善啊，干唔是？啊，趋恶向善，咱就是一个足完美的人啊！持修戒律那是好事，但是修道人切勿陷入把手段当作目的啦，好、哦，不要把手段当作目的，这是真重要的啦。你若把手段当作目的的进行哦，啊，你不低不讲，例如啦，好、哦，你把好处，这个是可以有好处的，你把手段当作是目的，嘿，啊，你该用这个方法。哦、去出这个不该出的财哦，不该出的财就变成了安怎？咱来讲，财多吼伤道啦，财多伤道。你若有钱的时阵吼，你要看到人家修行人塞起了足大车的迄种啥面露的。你讲嗯，啊你袂用安尼讲讲啊，人家面露，人家是家己赚的了，人家家己赚的。对不？人去塞足大只的车，迄唔是那唔是像人讲吼吼，感恩师傅、赞叹师傅的吼，唔是人送的，吼、哦、唔是信徒捐的，人也是家己做生意、家己赚的。啊，人讲有咧修行，人去塞面路敢袂塞？人家有时候犒赏自己嘛？什么叫犒赏自己？我们能够犒赏自己，就是说啊，这就是我辛苦钱赚的。但是我感觉讲出门呢，塞一只较安全的车，你卖个看的酷酷啊，迄个吼，你就个当作哦的足有诶。人塞迄车吼，较好的嘛，较安全啦，配备会比较好。
如果我看的，我都是这样看的哈，配备会比较好，所以呢哈，它开起来很稳重，而且呢哈，它有能力的哈，有能力，就是干啊，哦，咱你敢讲哈，假灾唔灾，什么叫做灾？安尼都唔好，啊，假料的多头灾啊哈，假灾个唔灾啊，讲我假灾是要创啥？安尼唔灾就多头灾，假灾唔灾都唔灾假灾，假灾意义是啥？吼啊！食斋唔知影食斋，就食个多头斋啊，就免意，就无啥物意义啊！吼啊！所以人讲遵行不拔，不滥杀生灵，不滥杀生灵而侵犯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哦，这足重要，这足重要哈！动物毛也生存的权利呀！吼，若你是持斋，却不知道宇宙天理之理，不知循环规矩，不知道改掉，吼。你说素食有用吗？我就跟他欠这个嘴慢去吃，但是你的贪嗔，好、哦、贪嗔吃慢语都还有，你还很顽强，好、哦、出在有何注意？所以咱规矩，好、哦、咱就讲法规就是有违反嘛，人为所设定的叫做有违法，好、哦、人为所设定的叫做有违法。啊，人为所设定的叫做有违法，是人为所设定的，你的要规范人的行为，就是讲我有我的疆规哦，吼、哦，迄、那个疆规就是有违法。哦，你要入来这间疆呢，我有我的疆规哦，吼、哦，你要入来做我的当先，我嘛我的疆规哦，迄、那个叫做有违法的公规，吼、哦，戒律。啊，甲无违法的公规戒律，和你无同款哦。哈、哦，有违法的，甲你束缚，就是我有甲你骗的哦。未使，你未使甲我的戒律破坏了。哈、哦，迄种诶，就是讲吼、哦，伊用这个吼、哦，用伊家己诶这个戒律吼、哦，啊来戒这所有众生来遵守。等下吼、哦，大家呢拢规矩的时阵呐。哦，你讲啊，未使安怎，未使安怎，人拢未去犯着你的规矩啊。遐你慢慢甲写伫个壁顶啊，遐甲写伫个壁顶啊，遵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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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遐拢过啊，人家都已经依法行法，如法的修行啊，遐一张都要退掉啊。啊，你讲哎，再给我别人看，吼、哦、啊，别人就是咱家己个大动。后辈嘛，带动后辈，后辈嘛照你安尼做啊，你怎么做他就跟着做啊，吼、哦。这个达先几拜，带后辈几拜，一样规矩啊，吼、哦。来，今日节目做个家，礼拜六有共修哦，欢迎登来共修哈、哦。来，再见，拜拜。